是用抽签的方式帮我抽下一个。好，剩下三位有杜牧、永忠豪跟艾怡良。欢迎美国代表永忠豪。今天的开课老师是？今天开课老师是林隆轩老师。今天要进入到十强，十强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进入十强非常重要，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要进十强，就是我妈妈有答应我，就是一从开始比赛到现在，还第一她跟我讲过，就是如果你有进十强这个机会，一定会到台湾来看你比赛。妈妈从美国来，妈妈从美国来，对，所以下次我们就看到妈妈了。对，如果进十强的话，所以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会进十强的，一定，一定，一定，对。欸，但是我真的要希望大家多鼓励她，她真的很厉害耶。听说你来到台湾比赛，是你从十二岁开始存钱，对，存到现在再来台湾比赛，对，每一毛钱都自己打工赚来的，对，在妈妈餐厅啊，然后去餐厅上班，这样就赚钱回来，对，然后一直存起来，就未来台湾圆梦，对，所以一定要得到，一定要进入十强，一定要。好，那么隆轩老师开的歌带来歌曲是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谢谢，欢迎隆中豪。其实呢，今天也是要跳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隆中豪又要跳舞了。但是今天其实要挑战自己，是要唱很多高音，这是我平常不会挑战自己的部分。所以呢，今天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没问题，我一定会跳进十强。So we back in the club, get that body's rocking from side to side, side, side to side. Thank God the week is done, I feel like a zombie, come back to life, back, back to life. Hands up, and suddenly we all got our hands up. No control of my body, ain't I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eyes, eyes, eyes.Eyes, eyes, eyes,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again. Yeah,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again. So dance, dance like it's the last, last night of your life, life gonna get you right. Cause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againDrinks like this, not tomorrow, that's just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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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Gonna set the roof on fire, gonna burn this motherfucker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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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Hands up, when the music drops, we all put 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swear I've seen you before. I think I remember those eyes, eyes, eyes.Cause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again. Cause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falling in love. So dance, dance like it's the last, last night of your life. Life's gonna get you right. Cause baby tonight the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again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位评审讲过，就是希望选手把每一次的比赛当作最后一次比赛，就是要，要冲。OK， 我觉得你今天唱歌有点累，很怪，啊，唱歌比较没有劲儿，好像是那个电力稍微差了一点，比起你之前的唱歌，所以连带呢会感觉上你的整个舞蹈舞步呢，感觉上就好像电力就差了一点。其实没有，我觉得你今天跳的是很卖力，但是呢。
我觉得感觉到声音呢就不够嗨。当然今天还是很帅，你的眼镜 OK， 你的舞蹈，可是呢就是感觉上不是这么精彩。但是整个表演当然就是还是顺的了，可能你喉咙可能今天有点状况还是怎么样。谢谢老师。谢老师，龙勋老师。看过你这么多舞蹈的表演，我是可以判断出一些细微的你现在跟之前的一些差别。我觉得有看到一些坏坏的一面在你身上发酵了，就是内心有些邪恶的东西跑出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对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去挑逗人家的，那不是他，我觉得他不太是一个很表演性质，就是站在那个地方让人家崇拜的，我觉得是要有点勾引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有做到，整体表演性来说我认为是精彩的。谢谢老师。下面老师，我觉得你在台上的表演其实是越来越好的，因为对我来说是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在，而且你一直在调整你的肢体，还有你脸部的表情，其实有很多进步，就是你知道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比较有魅力，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这两个礼拜下来，问题都是出在唱的部分。对，这个歌大家都发现这个 key 真的太高了，至少高了半个音或一个全音都有可能，就是要降蛮多的才有办法让那个主歌跟副歌，就是那个副歌的张力才会出来，而且你不会唱得那么辛苦，就是在边唱边跳的情况下。所以这个 key 定错，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大家进入十强之后不可以发生的问题。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龙中豪刚一开始讲他一定要进入到十强，因为他的动力是来自于妈妈。对，龙中豪可以进入到十强吗？可不可以进入到十强呢？12.2，恭喜过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快跟妈妈说，邀请妈妈来，快。妈妈，你答应我的，你一定要做到，所以下次一定要看到你。耶、yeah, ，恭喜！谢谢，谢谢。好，来，现在还有两位。我总算可以抽了，可以抽人了。杜牧跟艾怡良，两个字，欢迎杜牧。